那么他的手印呢是内勾印，无名指内勾，其他的指合掌啊，其他的指无名指内勾。他内勾是什么样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暗中的咕噜咕噜佛母在暗中的帮助你，让你能够成就小敬爱啊，这个中敬爱、大敬爱。不止如此，你念他的咒，结他的手印，观想他红色的光，